继续上一课，还是血法第二节，用笔对浓淡的影响。上次讲到有两种基本用笔法，表现两种墨色。第一种是笔心聚锋，写出来的线条就画有中线。这种线条不是纯骨线，是肉中有骨。另一种笔芯和腹毫都铺平，类似于刷子，这样写出来的线条两边有界，称为双钩。这是两种相对的用笔法，写出两种基本的线条。关键是笔芯聚锋还是铺锋。有一位著名的美术界前辈吕凤子先生，他著有《中国画法研究》，对墨法有这样的论述。吕先生说，使笔直立，锋在正中，用浓墨画一线条，在日光中映视之，就会看见线的中间有更浓的意识痕迹，像圆柱的中轴，给人以圆感，所以叫做圆线或圆笔。前人最乐道的绵里筝，就是指这样的线条和这样使笔而埋藏奇锋说的。这又就是所说的篆书笔画。所以画有中线，这里多了一个别称。前辈所说的绵里筝，就是肉线中有骨。五级专题课程我会讲解篆书，绵里筝为基本笔法。如果你现在基础课就学会这用笔，写篆书就容易了。十一课我讲到，历史记载南唐徐铉写篆书画有中线，就是绵里筝。可惜我现在看不到真迹，拓本根本无法看墨色。线条中间有一缕浓墨线，效果好像一根水管，所以叫圆线条。那么究竟有没有很明显的画有中线的作品呢？当然有。明朝陈南云题元赵孟俯重江涤藏图，墨色比较淡，这时浓黑的中线就很明显。吕先生说，用浓墨写对着阳光看，你自己写幅作品可以试试。但古代作品你到博物馆去借，肯定碰壁。所以找一幅肉线比较淡而中间骨线比较浓的古代作品，不用对着阳光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绵里筝了。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江字，线条中间一缕浓墨特别清楚。书写时因为用腕施加压力又轻重，有些笔画墨色比较平均，有些笔画骨线深刻。我们现在买本字帖，那是印刷品。虽然说印刷术越来越发达，但同一本字帖，各家出版社的质量还有差别。黑色有很多层次，如果浓淡对比明显，浓黑的中线就显露出来，如张吉之
这一笔。古人说是对光看比较清楚，其实用惯了毛笔，不对光也可以看到的。今后读帖时，各位可以留心一下。吕凤子先生接着又说，使权豪铺平像刷子，略握旗管倒向前进，就是线向上下做有沿，管级向它的相反方向做侧倒置，倒推豪进，这样画成的线条应视之，就会看见线的两沿特黑，中间平有方感，所以叫做方笔，也叫隶书笔画。这里讲的倒推豪进，清代碑派非常强调这样运笔，但推脱是两个相对的动作，在王羲之帖派中，胜脱逆推都用的，并非只推不脱。对姚万的人来说，一左一右是相对的动作，一左是推，一右必然是脱，反之亦然。其次，铺锋写出来的线条是扁平，好像一片黑纸，叫它方笔只是跟画有中线的圆笔相对，实际上是扁平线条。隶书用于两汉，当时普遍还用竹简木牍，所以和后代写在纸张上的书法经验不同。所谓隶书用方笔，最著名的如张骞碑，原作不是写在纸张上的，后代根据拓本上的线条来看，这是铺锋肉线。不过日本有学者研究认为，线条方是刻碑引起的，换句话说是刻碑刻得不好，所以看起来是铺锋方笔。其实隶书并非全用方笔，用圆笔的也不少，如曹全碑、石门颂等等。你看曹全碑的拓本是圆笔巨锋为多，这碑和张骞碑同时期，但用笔方法很不相同。后代人写隶书，有铺锋写，也有巨锋写。铺锋写称之为隶书线条，巨锋写称之为篆书线条。这是从隶书源头着眼，大概而言。至于作者怎样运用这两种线条，那是非常灵活的。清代金农这个隶书作品，一望而知也是铺锋写的，这些都是印刷品，没能见到原作，所以也不能确定有没有边界双钩，还是要看原作真迹才能定。上一课的作业就是请各位写出这两条线，画有中线，这是以前的内容。扁平的双钩线，有些同学反映说写不出。你想想我上次讲的故事，嘉庆七年，安徽褒姒城在常州见到了书法家钱不均、钱鲁思，
鲁斯说他练习双钩50年，只有30%把握。但包世成一写就是双钩。他有什么妙法呢？说穿了很简单。普通人用侧锋压得不够紧，不够平。他们把笔头压成扁圆形就停止了，所以箭头所指处有空隙，这样就不能把木枝压出来，形成明显的双钩线。包世成把笔用力铺成油画笔那样的扁平状，箭头所指处没有空隙，这样拖过去就把笔毫底下的浓稠木汁全挤到两边去了。你看油漆工刷油漆就有这效果。我上次示范特地用支油画笔，其实就是用刷子。压力大小对线条最后的效果有巨大的影响。北京大学前校长蒋梦麟先生写过一本《书法探源》，他这样说：张长史云用笔如锥画沙，使其长锋，画乃成凿。当其用笔常使其透过纸背，此功成至极矣。此言透过纸背，改指毫与纸之摩擦力，即中郎指所谓色也。中郎就是蔡邕，色跟飘相对，摩擦力现在通常写为摩擦力。笔锋和纸面摩擦力大，行笔困难，这叫色。行笔时摩擦力小，那就是犯了飘的毛病。蒋先生又说，毫欲挺箭，则破纸之压力愈强，毫纸压力破纸切，则纸吸墨深而透，力若透纸背矣。正因为这样，就产生了书法方圆两种基本线条。蒋先生又说，蔡襄画之两旁如界，耳呈乌丝兰。徐铉小篆映日视之，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。许由此成也，然亦须纸墨相称，而线实显。须在古文中的意思就是全、都。两旁如界和画有中线的秘诀就是下压力大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由此而成的。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咬得住纸，顶得住纸面。这跟锥画石、硬硬泥都是一个意思。古人之所以称赞两旁如界和画有中线，本意就是称赞作者的笔力大、下压力大。最后这句要留心，纸墨相称，两旁如界和画有中线才显露出来，否则是看不见的。蒋先生把两旁如界称之为乌丝兰。乌丝兰在古文中有多种解释。所谓乌丝就是黑色的丝，如果是红色的，那就是蛛丝。
唐李昭、唐博思普说，宋伯坚有知臣借道捐术，谓之乌斯兰、朱斯兰。兰就是界限，早期在捐术上支出界限，这就是兰。用黑丝称为乌斯兰，红丝就是朱斯兰。我们现在见到的马王堆帛书也是有格线的。后来纸张盛行，沿用乌斯兰、朱斯兰这种名称。陆有诗有乌斯兰展新诗旧，他用了有格线的笺纸写诗。蒋先生把线条两旁如界称之为乌斯兰，说宋代蔡襄的字就是这样的。这是老一辈人的称呼，乌斯兰就是双钩的意思。十三课中我讲到，从用笔的角度看只有四条线，这就是用尖锋写出来的纯骨线，以及侧锋写的肉线，分别是一分笔、二分笔和三分笔。纯骨线用的很少，只有一种墨色，其他三种肉线就不是了。我画的图是中间生两边淡，这是肉中有骨，画有中线，或者说绵里增。反过来，这三条肉线也可以做到两边生中间淡的，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。因为你要把毫毛铺成刷子，那就只有用二分笔、三分笔才容易做到。一分笔和纯骨线很相近，难以铺开。二分笔要铺成刷子，不如三分笔容易。所以包世成特别强调平铺纸上。简言之，画有中线和边界双钩都是肉线，画有中线需笔心聚锋或略微开锋，边界双钩是笔毫平铺纸上下压运笔。三、毛笔结构对墨色的影响。要写出画有中线和两旁如界，这毛笔影响很大。画有中线，笔心要聚不要散，那伪淡笔当然比较好。伪淡笔笔心小，是硬毫做的，写中线有优势。两旁如界，笔心要铺不要聚，那散左笔就方便一点。散左笔笔心大，硬毫少，铺开就容易。清代流行纯阳毫笔，那是有利于肉线的。清代苏东垣这样说，晋唐人皆用硬笔浓墨，宋元明人兼用软笔，若用软笔则不能用浓墨柔纸，此必然自离也。董思白用阳毫落笔淡墨，书临卷即光纸，然其字外柔而内有骨力，玩其笔画，当惜阳毫中兼兔毫
段飞用纯阳好也。总之，即用软笔，亦只可用阳好兼兔好。若用烂纯阳好，就非书法之正传。近世人多因用纯阳好之说，误也。董思白就是董其昌，思白是他的号。以前我讲过，晋唐人用尾单笔也是兼毫，笔芯必须有兔毫，另加青亚毛。现在的纯阳毫笔做得好，也有弹性，但笔芯也用纯阳毫，跟兔毫的分别还是很大的。上次讲到刘墉的书法，刘墉是用紫毫笔浓墨的。王乾刚《清人书评》说，清人行书唯刘士安能及古帖重长，变化新意，小行书尤妙，营帖业有甚佳者，五寸以外自知，精神顿简。石安用紫毫浓墨，其功力非人可及，而紫毫最长锋不过寸四五分，故其一尺以外大字，只可用他种毫笔，不能得心应手。为单笔笔芯用兔毫，兔毫不长，写不了大字。羊毫笔可以做得很大，各有优点。刘墉写一尺以上的大字，没办法，只好放弃兔毫笔，结果就不能得心应手。钱鲁思的书法本来是学唐朝李墉，乾隆年间他的书法成就逼近刘墉。刘墉去世以后，论者推钱鲁思为海内第一，评价很高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包世成特地来拜师，请他指点。问题是和刘墉一样，钱鲁思也是用紫毫浓墨的，对于扑风这件事情功力就差一些了。听人说线条双钩，鲁思搞了50年还没有搞定。锯锋和扑锋是相对的两种功夫，包世成是扑锋大王，他后来提倡万毫齐力平铺纸上，成为碑派用笔的标准。如果比赛飓风写字，包世成就望尘莫及了。下面是重要的话。晋唐王羲之系统笔芯是以飓风为主的，即使写粗笔画也是肉中有骨，平铺纸上用笔如刷是清代碑派理论。在王羲之系统中，飓风是常态，扑风只是变化，而碑派用笔中扑风成了常态，甚至不用飓风。这种用笔跟用刷子差不多，所以碑派用笔是帖派的反动。我这两堂课只是介绍墨色的变化，并非要你学会用刷子。如果你用笔就是刷来刷去，
那不是成功，而是失败。谢谢。